越来越你吃了吧？就没吃，备了俩菜来了。不要去找他，我求你了。你放心，放火我们成不成？我照样把他养得好好的。李海超就是他亲生父亲，怎么了？小心点儿，炒菜不要炒了，炒，别知道回来呀、啊！我还以为你被大雨冲走了呢。喝完大酒唱条船，说今生不靠岸，去天涯海角浪个遍，是一荡秋千。这么多东西，这么着，待会儿我帮你搬去啊。金老板已经离开了。李海超。林和平。